玉米面，看看啊，咱俩一个查一下外吧。国玉妈米妈节，在和自己女儿较上劲了啊，那你说个好不非说好？自己的常识比女儿好。那可不，我走个的桥不比他走的路多呀，哎呀，我还整不了他呀。行，那你考我呀，如果我全答上来，你请我吃好吃的。行啊，那我先给你来点简单的吧。行呀。中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？中国的领太土简面单积了，是960万平方公里。太简哎单了。呀，那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是多少？1709万平方公里。太简单了。那俄罗斯的国，中国的国树是什么？银杏树呀，俄罗斯的国树？白桦树呀。哎呀，那中国的国花？中国还没有确定的国花呢。俄罗斯的国花是洋甘菊。哎呀，真厉害，姑娘，懵了吧？真厉害，宝贝儿，你挺厉害呀，爸爸都不知道。你知道啥？你俩说我是不是也太难了呀？别人家孩子知道一个国家的常识就行，我还得知道俩的。你俩是不是得给我买点好吃的呀？必须的，爸爸明天必须得犒劳犒劳你啊，啊，那行不必行？须的。怎么样，妈妈服不服啊？